月光有人挖你吗？可能你们不信，这一路走来太多了，骗你们。而且可能是我当时啊，当时当下，就是对于一般的人而言，就是无法拒绝的一些诱惑。当时当下，可是说实话，我通通的还是都拒绝了。有人挖阿哲吗？选手，哎呀，选手都是有合同的，你想挖的话都要通过俱乐部。教练其实也有合同，但是选手的可能更加的，是吧？就是直接的约束，必须要通过转会市场，就不能说你挖这名选手，选手不经过转会市场直接去到你俱乐部，那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只有通过转会期，然后正常的买卖买与卖，就跟月光光直播间带货一样，是吧？我把这款产品卖给你，你们要买，是吧？那样才能生效。轻轻的合同到期了。合同到期之后还有一个特权，你们知道是什么特权吗？你们知不知道选手的合同到期之后还有一个俱乐部的特权，你们知道是什么特权吗？5队特权啊。